宇飞叔叔真的要走了吗？他走了以后谁陪我玩呀？宝贝儿，妈妈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，宇飞叔叔也是。那我们是跟他一起走吗？宝贝儿，我们呢跟他不一样，他呀是名医，可咱们不是，知道吗？来，走了。 这么做错了吗？没错，当然没错。你这么善良有爱心，救助了那么多流浪动物，怎么会是错的呢？问题的出现是一时的，大家还不理解你而已。等想通了，自然就没事了。就像我刚来那会儿也是。 我也不理解，现在理解了，也不就好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于飞要是走了，我们宠物乐园就失去半壁江山了。嗨，没有糊屠夫，就吃连毛猪了吗？ 可惜，你没有于飞的技术啊！都怪我没本事，不如那个技术控。如果我早知道生命中会遇到你，我就不学人医，只学动物医学了。对不起啊。 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暂时还没想好，不过漫漫人生路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于飞要真的离开了，人心就散了。 花姐他们也会跟着离开的。我们先去找他谈谈吧。 大妈，您之前说你们家狗狗在其他的医院做过治疗，医生怎么说呀？那个动物医院的医生说啊，我这狗的它那个腿骨啊是先天残缺。 我认为他们就是胡说八道。嗯，我后来让我孙女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。我仔细分析了一下，我这狗实际它是有髋关节就是发育不良。您看，这是那个资料，我看一下。现在科技发达了，上网也很方便，很多知识都能从网上去找到。对，庸医就藏不住了。就是，这倒是。但是呢，很多东西吧。 网上的也不能全信，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专业知识，就更不能全信。比方说这些，这都是什么呀？要不您还是自己收拾吧，都不对。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大妈，您先别着急，于医生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医生，他做过很多手术，你外面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动物医生了。你看看，专业人士怎么说呀？我劝你啊。 别信网上那些了，二位，庸医的话不能信啊，网上的话呢也不能全信。对，咱们必须给狗狗做了仔细的检查以后才能下定论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腿有毛病的？大约6个月以前吧。不对，有10个月了吧？哎，你闭嘴吧！我说6个月就6个月，我还不比你轻。那他上下楼梯有困难吗？没有。有。到底有没有？就是院里那种2、3个台阶的走，绝对没问题。他楼里的那种楼梯，他困难。行吧，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。 你们这个狗狗呢，从一进来我就发现它步态不稳，跟一般的髋关节症状的狗狗呢不太相同，而且我刚才给它做了检查，发现它并没有出现髋部疼痛的迹象，所以我几乎可以断定它并不是髋关节的问题。那您说是哪儿的毛病？好治吗？咱们这狗狗呢，走路摇摆不定，四肢协调性差，容易跌倒。然后我又经过神经学上的各项检查，也发现它的本体反应 几乎消失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断定，它应该是属于神经系统或者椎体上的疾病。那您说它这个病好治吗？这么说吧，如果跟髋关节的手术还有各项检查相比呢，它肯定是要有很多难度的，而且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比方说骨髓造影啊、CT 啊，就这些来说呢，它的费用也会昂贵很多。 要是单纯做这个髋关节手术吧，这个费用我们还能承担得起。如果这费用太昂贵了，真的我们怎么办呀？那算了，老伴儿，咱还是回去吧。啊，走。好啦，回家去喽，走吧。于大夫，你技艺精湛，我心服口服。这个医院不能没有你，所以我想请你再考虑考虑，留下来。现在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。你们也看到了，刚才那对老夫妻因为没有钱都没法给自己的狗看病。人不一样吗？那我们要……算了，我不说了。 于飞，我知道你的难处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，我们再好好探讨啊。丁院长，我也想跟您聊一聊。哎，齐院长，呀，不是我犹豫，让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啊，哎呦，您别着急嘛，等我想好了再给您信儿吧，好吧？嗯，要不然我明天就报到去吧。嗯，好，嗯。 于飞。 辞职的事情以后再说好吗？哎呦，这大家都要走，那我走不走？走吧，觉得挺对不起；不走吧，没工资发。我这漫漫人生，看来真是要各奔前程。什么各奔前程？哦，难道你不是想要？你吓死我了！你听到了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 你说，说实话，我们在这都待出了感情。可是你说这于大夫要走，孟达要走，那剩下你这样的是能手术啊，还是能当饭吃啊？你们谁都不能走。你们一走，这个宠物乐园就都完了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，哎呀！ 只要你1分钟没有离开，你就是宠物乐园的医生。警报器已经响了，去不去自己看着办吧。于大夫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这机会也河南人吗？小明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不是急诊案呢，那就前台，走去看看。 大家听我说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宠物乐园现在正遭受着严重的财政危机。但我跟大家保证，1个月后，我们一定可以安然度过这个难关。你有什么资本让大伙儿相信你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下个月就能开工资？你拿什么开工资啊？你中奖了？你别管我拿什么开工资，就1个月。 亮亮，不是大伙儿不相信你，大伙儿都不想走，但是你不能让我们在这儿干等着吧？就是，想当初，当我身无分文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这家宠物乐园收留了我，我在这认识了大家，和大家成为了朋友、伙伴，我们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一起面对各种各样的难关，所以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工作，更是一个家庭。 现在这个家庭有难，难道我们作为家人的人就不应该分担吗？这句话我赞成，理儿也是这个理儿，这点我也同意。但是院长，我们有想走的心，就是因为对未来太没把握。宠物乐园财政状况正常，就算我们不要工资，那日常运转怎么办？如果我说的严重点，财政危机半年不解决，那我们医院很有可能就关张歇业了。 黑夜再漫长，总有结束的那一天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起努力，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儿。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的话，这张是我的银行卡，里面有我这些年的积蓄。花姐，你拿着。阿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要在这立个军令状，如果1个月后我们的财政状况不能够得到改善的话，你们把我的钱分了。不能拿你的钱，好意我们心领了，把卡拿回去。花姐，还给他。别给他，花姐，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我拿出我自己的卡来，并不是为了要让大家分我的钱，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希望，一个我们可以撑过去的希望。亮亮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再说了，其实。 我们谁也都不愿意走，对吗？你说呢，于大夫？你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你们都同意了，那就这样呗。谢谢大家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完美世界宠物乐园绝对不会倒。我想说的话说完了。 大家该忙什么忙什么吧。工作呗。亮亮，你到我办公室。哎，于大夫，怎么了？你真的要走呀？不一定吧。什么意思呀？有几家医院呢，希望我过去工作，而且他们说了，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 我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那你是吓唬丁院长的。要是我们医院再这样半死不活呢，那真不一定。而且如果我不这么施压，能行吗？再说了，我有我自己的理想，我的科研工作不能耽误。哎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真要走。不一定啊，如果机会好的话，我随时可能走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尊佛了，哪儿都得供着你哈。那得试试看才知道啊。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你明明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干嘛给大家那些承诺？这不是空头支票吗？人心不能散，人心如果散了，你辛辛苦苦建造的完美世界宠物乐园就真的没了。我这么做，大不了到时候把我的钱分了。你不需要这么做，我不需要同情。我不是在同情你，我不想看着你走投无路。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看，你要把车卖了？嗯，我今天早上挂上去的，客服已经给我来了好几个电话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 我也不舍得呀，可是我现在不下这个决定，没有办法解决燃眉之急啊。可是你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赶集好车客服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我们公司？哎，亮亮，你干嘛啊？我不允许你这么做。我看得出你眼里有不舍，我也舍不得。 这台车陪我们经过了太多的惊心动魄和美好的回忆。你如果卖了它，我就卖肾。你别闹了，你。丁涵，之前都是你一个人扛，但你现在有我，我能帮你一起分担。丁涵，别着急，我们现在最先要做的是稳住人心，绝对不能放一个人走。这口子要是一开，那就绝了堤了，到时候喊都喊不回来。 可是你的钱是要拿去实现梦想的呀。梦想，梦想总会有的。只不过现在情况紧急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嗨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办法总会有的。可是我担心的是1个月以后怎么办啊？不是我说你，丁涵，你现在这是怎么了？老是这么患得患失的。 以前都是你教育我，要有信心，要有正能量。你看看那些狗狗，不管在多困难的情况下，它们都会坚持下去。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我们一起想办法。请取回您的卡片。哎呀，还真是爱亮全部公子。 为了丁涵，也真是舍得啊！花姐，哼，想不到她还真来看我卡里有多少钱，怕我忽悠大家。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1个月后你的钱给了大家，就当我跟你借的，我一定还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干嘛？赶紧走吧。 宠物乐园，完美世界宠物乐园，全京城最大的动物乐园。宠物乐园也来贷款？你们的业务范围一看就是非盈利单位，根本就没法贷款。不是，怎么就贷不了了呢？经理，目前我们的经营是有一些困难，能不能贷款让我们救急呢？从你们的现状来看，根本就没有偿还能力，所以我无法把钱贷给你们。不是，经理，你再看一下吧。对不起，真批不了。 谢谢，走吧。我觉得现在除了开源之外，咱们就只能节流了。怎么节流啊？把流浪狗之家关掉。这绝不可能。你别这么倔嘛。那你要那些狗怎么办？去流浪街头吗？我也没办法。 你不是也流浪过吗？你想想看，那什么滋味儿？哎，我怎么能跟流浪狗比呢？你要认清现实嘛。我说过，我们收留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，是我们完美世界宠物乐园的初衷，好吗？对，那我这不也是迫不得已吗？没得商量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不是，丁院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人要学会变通。你想。 如果流浪狗之家不关，那我们医院就得关门。到时候不止那些猫猫狗狗要流落街头，连你我都要流落街头了。歌吧。 小七啊，你说要是这个宠物乐园没了，这些流浪狗该怎么办？丁涵。 对不起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不应该让完美世界不完美。这里的狗狗都应该一直幸福下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放心吧，他们都会没事的啊。 理解万岁！喂，花姐，我于飞，有点事儿跟你说。 就去我们医院附近的咖啡厅吧，好吧？我等你啊。好。于大夫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宠物乐园说，非把我约到这儿来？ 火什么火呀？有什么话就说呗。我今天见了一个人。什么人啊？张耀辉，你记得吗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咱俩一块去出诊，然后到别人家里面，他狗病了，然后他还跟他朋友在发视频聊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朋友是那个美国宠物医生是吧？好像姓徐。他狗有病了？不是。 他朋友不是说在美国有一个开了个诊所，然后想让我过去吗？哦，上次那个名片就是他的呀。你要走？你要去美国？哎呦，我这不是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吗？可是我们答应了亮亮，至少要给他1个月的时间呀。那我总得把退路想好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不就是叫你出来帮我拿拿主意吗？哼。 算你什么人？我给你拿主意。说实话，我是真的很舍不得大伙，而且我也挺舍不得丫丫的。要走就走，别什么事儿都扯上我们家丫丫。你不是也有离开的想法吗？我那是一时冲动。 宠物乐园有困难就克服呀，这么多人，办法总是会有的，你不能临阵脱逃吧？我没有临阵脱逃，我就是想有更好的。别说了你，到了美国，你就别回来，你也没有资格再回来。祝你好运。先生您好，打扰一下，您的咖啡没有了，要不我帮您加点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后车要打烊了，您看还有什么需要？喂，是周泽宇吗？啊，我是谁？我是你老同学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在咱们初三那年，我就坐你后两排的那个，你想没想起来？我叫艾亮，你再想想。哎呀，怎么会想不起来呢？初中那年，我坐你后排。 还老跟你闹着玩，有没有印象？想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是去学医了，只不过现在在宠物医院上班。嗨，这年头，做动物医生比做人医生赚钱。哦，是这样，打电话给你呢，一方面想跟你联络感情，还有一方面呢，就是希望。 帮个忙，我都听说了，你现在不是在银行做经理吗？然后我们宠物医院最近有点儿，所以你看你能不能行个方便，给我贷笔款？不行啊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不用特别久，而且肯定马上就能还给你。哎。 哇，看电视，看什么呀？还看模特大赛？你一条狗能看的都不？对呀，模特大赛。 谁啊？花姐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，丫丫已经睡了。我必须要说，不说我睡不着觉。进来吧。什么事啊？我不去美国了。操！为什么不去了呀？美国多好呀，发展空间大，机会多，挣的钱更多。 美国是好，那我都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，都待这么多年了，宠物医院才是我的家。哦，肯定是人家不要你了吧？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，反正我不走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哎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跟艾良说，要不然他知道以后，你懂的啊。 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是吧？我就是一时冲动嘛。行了行了，于冲动，这个呢就算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，行了吧？丁航，开门！阿亮，你干嘛？我想到筹钱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哎，你干嘛？阿亮，你看啊，把电视打开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大晚上到我房间来看这个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花心啊？哎，不是，我怎么会对你图谋不轨呢？我跟你说，我的创意就是完美世界宠物乐园宠物秀啊，就类似于模特选美，但是参赛的呢是各种各样的宠物。你想啊，现在宠物有多少？一个宠物就是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至少有3、4个人，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观众群。 到时候我们这个比赛一办出来，那媒体就会关注啊。有了媒体，我们就可以卖主播权、卖网络直播权。那媒体关注度一上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找名人来冠名赞助啊。而且现在不只有冠名赞助，我们还可以在比赛当中投放植入。你这想法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上大学那会儿是学校外联部的干事。 学校每次举办什么活动，赞助可不都是我死皮赖脸的去要回来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如果干成了，我们宠物乐园从此以后就有了一个新的财政增长点，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再为任何财政问题所烦恼，说不定于飞的实验室也能越做越大呀！哼，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是你想出来的？不然还有谁啊？哎呀，谁知道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大晚上来帮忙还被打，疼死人家了！我可不是故意打你的，谁让你大半夜的跑到我房间来看这个？我当然怀疑你啊！我这样算客气了。 你干嘛？你这人好像……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又打疼了？当然疼了，你下手那么重。啊！我又脑洞大开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实行会员制，这样就不愁客户了。这都几点了？院长怎么？ 不过来呀！哎，工资都没开，会也不好意思开了吧？艾亮，这一个月可快到期了啊！你要是再不发钱的话，我就拿你的工资给大家开工资。我要跟大家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，从今天开始。 全员准备宠物大赛。什么？宠物大赛？没错。举行宠物大赛，首先，我们可以向来参加比赛的任何动物收取一定的报名费。其次，我们可以把整个大赛所有的电视转播权、网络直播权都卖出去。最后，我们还可以卖冠名权，吸引更多的商家来植入、来赞助。 你脑袋里每天在想什么？我们这是宠物乐园，不是好莱坞、宝莱坞。你能不能别每天想这些旁门左道的事？能不能上点心？能不能靠点谱？这绝对不是旁门左道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这应该算是多种经营。首先，举办宠物大赛是符合全民健身精神；其次，它还是一个难得的娱乐项目。而且，我觉得只有举办这个宠物大赛。 我们宠物乐园才能走出困境，拥抱朝阳。我们不能傻傻的坐在这等死，而是要在万军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们不但可以解决开支的问题，我们整个宠物乐园的发展也会上快车道，包括于大夫你的实验室，也可以走上正轨。啊，这个想法还是不错，但是。 靠动物挣钱，真亏你想得出来。那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需要启动资金的。就我们医院穷成这样，8成得流产。对，我们没有钱，但我们可以凑，一起凑。凭什么让我们凑呢？丁涵呢？这种重大事件的院长怎么不在呢？就是啊，丁院长最有钱了，他怎么不起带头作用呀？够了。 你们都知道什么？啊！丁涵为了挽救这次财政危机，已经把自己的爱车卖到赶集网上去了。你们还好意思在这说这个？你们想过没有？宠物乐园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是我们大家的。如果我们不破釜沉舟，这家还怎么有？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跟我来。您值多少钱吧？那这样，让我们的鉴定师帮您评估一下，您稍等。不是大壮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要把 iPad 给卖了呀？哎呀，这不是卖，这叫当。有钱的时候还能再赎回来。大壮，没想到你这么 man。 这不是咱们宠物乐园有困难吗？我在这待了这么久了，我总得为乐园出点力呀。对呀，你说院长平时对我们家丫也挺好的。哎，那个先生，你看一下，我这个可以当吗？可以当，这个名品典当是我们主营业务，黄金、珠宝、手表、奢侈品我们都可以当。来，给。好了，这个让我们鉴定师帮您过一下。 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这真是患难见真情，你们团队个个都是好样的。那就麻烦你帮我们好好鉴定，给我们多鉴定点钱出来。经营不善，凭什么让别人买单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宠物乐园不是一个人的，这是咱们大家共同的乐园。就你好心，我也没见你为乐园做过什么贡献。我之前那是没找到门道，现在我找到了。我一会儿就找华姐去要这个网上当铺的电话，咱们看最后谁没有贡献。 哎，奇了怪了，这车是干嘛的呢？一天来了好几趟了。哎，同志，你们这是干嘛的呢？一趟一趟的。我们是淘当铺的，你们宠物医院联系我们，想好几个人想要当东西，淘当铺。啊。哎，于大夫，你也当东西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做好事儿不留名是不是？哎，陶同志，您等一会儿，我有东西要当。 有划痕，7成新。陶同志，您看看这个能当多少钱？对不起，您这个我们收不了，太旧了。为什么？这可是最好的材料啊！这个不在我们受理的范围内。 这可是我10年前花了30块钱在百货公司买的，现在估计都升值了。您再看看，这样，原则上我们是不能收的，但是看您这么有奉献精神啊，我们表示比较赞赏。所以我们决定收下了，但是估计不会太高。那您给看看多少钱？ 也就20块钱吧，20块钱，好，20块钱也是钱，怎么说，我也做了一件贡献啊。哦，那行，在干嘛？哦，没有啊。把钱拿出来。亮亮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知道这么做影响有多坏吗？你都知道了。就你能当主持人？ 主持人的要么是男的，要么是女的。你这不男不女的也能当主持人？什么呀什么呀！你说什么呢？小七，怎么了？姐啊，你就是我的女神啊，姐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哎，你敢踩我的狗？他就是矮马。 一般身高低于106厘米的才会被称为矮马，而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我们的矮马牛奶。我们这位小姐比较羞涩啊。草泥马太帅了，帅不帅？他的学名叫羊驼，大家喜欢称他为草泥马。下面要登场的。 是一位美女，她更有一个任性的名字，她就是槟榔妹。在这个诊所里，就只有你待见我，你是一条神犬，没有你的话，我想我在这儿我就难混了。谢谢您啊，小七。 这样，往后我就认你做我的大侄子，成不成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做你大爷你不亏的，哪有给狗做大爷的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叫大爷啊，我们俩都是兄弟。你别叫了啊，你做我大爷成不成？